你传讯息给我，讲有代志要找我，是什么代志？哎呦，你先坐啦，咱坐落来哦，咱食饱饭，咱豆豆讲嘛哦。我是来听你讲代志，唔是来吃物件。哼，啊，若这点哦，你真正是甲雷洪足熟的呢，拢不爱食我请的物件，有影是阿伯啦。哎。<笑>无知啊，我请你用心在安排啦。啊，我想讲周董的你这个人应该是较有修养啦，啊，食的物件哦嘛应该较清淡，所以比较适合食这种清蒸肉圆。无像就雷锋啦，雷公性，伊就是较适合食炸肉圆。<笑>我见过嘞，不准阁讲到雷锋。哦，是是是。哎、欸、呀，不过我身为雷锋，这个是西周董的。 而且雷锋是我的学妹，我实在雷锋时间比我久，凡事我会比你搁较了解真正的雷锋哦。<笑>我讲一遍，莫搁讲到雷锋，阿兰我对你无客气。阿兰，你想不想吧？哼，来啊，拍车啦，我让你三分啦。 哎，你想要是拍哪大了呢？啊，家代志老愈大愈好啦。我是物件出名啦，要唔过你甲雷锋，那就真歹讲啊。到底想什么代志？你若想讲，我即马就走。哎，周大明，我是想要请你看一出戏。 这内底有一张入场券，是参照酒店的这种 VVIP 的专属入场券哦。我讲的是真实的，我无骗你啦。时间跟地点我拢写伫入场券后边啦。我跟你保证，这出戏绝对让你一世人啊，永远拢无得放。 到底有啥物目的？你来看就知影啊。哎、欸，要唔过这出戏哦，唔是本，你来我钱哦。偌济？嗯，这个介绍，互你来决定啦。我相信周董的你是一个捌货的人，你一定袂互我失望。你凭啥物叫你有包啊？我一定会去。我嘛无包啊。 要唔过你若是无来哦，你的损失绝对比我搁较大。张若元，你老尊讲你是十八岁，阁是以前的高中学长哦。请问你即摆拢几岁啊？即种袂见社会，你也讲会出嘴？好啦，确实讲你连一个互我做你小王的机会拢无爱互我，那安尼就照我之前所讲的。 3亿，摕来买走我的爱，还阁让人之间收回一切。讲到最后，那是为了钱。张若元，原本还阁淡薄同情你，啊，不过我今嘛完全看袂起你。一个失去尊严的查甫人，比一只散价狗搁较可。 一个认为家己足巧的查某人，若是输予一只散只狗，那才是真正可怜哦。有在你背。雷锋，你甲我若真正只有伊的情啊，迄就准拄煞啦。要唔好后来咧，你煞利用我对你的感情啊，叫我为你做遐一个歹代志。 甚至到最后，阁想要甲我灭口咧吼！我毋知影你咧讲啥。我敢知啦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。雷锋啊，你睏起的时阵，迄个模样真正是足水的，完全拢袂输乎睡美人哦。 把手铐拔开！<笑>
你应该袂认为讲我只有把相片放伫个手机内底，拢无放伫个云端咯。张老员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你讲咧，你是为着钱，我无可能让你三亿，啊，不过数字咱能参详。No no no， 钱也是五分钟见证的条件，今嘛不是哦。张若元，你廖尊讲用几张相片就当威胁我，你无这个能力，我有钱有势。我凊彩拢用上几摆的方式，让你生不如死。你最好是继续跟我作对，啊，若无，我一定让你后悔。孙内红，这出戏有好看，那呢？门票的钱，我要给你一个好价钱。难得你讲。Thank you， 久等嘞 ，I love you 啊！姓江，别搞我，别用你崩溃张若元的手搞我。姓江，拄则是张若元叫你去的对不？伊是超过伊个西人咱阿母的感情，伊是超过伊，让你听到遐话，让你误会，你莫中伊的计哦。而且你拄则嘛听到啊，是伊伫甲我高高甜啊，伊想要提钱，啊，不过我唔肯，伊安尼死个报复我诶，我真正甲伊当作是一个真久无看的学长，啊，不过伊就误会讲我对伊有意思，我唔管安怎解释，安怎拒绝，伊拢唔相信啊，我嘛感觉足烦诶，信强。我用的酒抓，我敢那爱你一个人，我心肝内永远敢那你一个，你爱相信我？爱我相信你？你讲江小姐是甲个魏老腿相落的时阵，你爱我相信你？你叫人要甲江小姐送出国的时阵，你嘛爱我相信你？你问我江小姐跟政府的关系时阵，你嘛爱我相信你？你敢袂感觉想好笑啊？互相信任是阿妈无上基本的关系，你却一直爱对我讲，爱我相信你，爱我相信你，这到底是出什么问题？信强，我这次讲的是真实的，我对你绝对是忠心的。我绝对无反背咱的婚姻。你无反背咱的婚姻，那你管相片是安怎一回事？什么相片？刚过年我摕予你看，你还我搁一概挂着我甲假太太甲别个查甫人伫面床顶的相片。有承认，我嘛是人，我嘛有尊严。迄拢是假的，
根本无这种代志，迄拢是张若昀伪造的。即卖技术真发达啦，都参照你伪造江小姐甲政府的相片同款。你袂用个中意个，伊这种小人，为着钱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真也好，假也好，我已经甲张若昀讲好，要甲相片买回来。信强，也毋讲毋是为着你，是为着趁你甲安迪。我无希望因为有你这种妈妈感觉见笑，这是我唯一会能保护因的方式。你袂用个中张若昀的计，伊的目的就是爱钱。你可要讲白菜到什么时阵？还是我才真尼跟你对钱？刚果你真正唔知影真尼为了安康你有外遇的代志，伊心肝内偌痛苦。你甲张若昀的代志，我早都知影。而且我亲眼就看到恁两个人烂做伙，你到底还可以讲白菜？可不可以讲这一切拢是假？雷洪，我比你更加希望这一切拢是假。迄天是因为我跟你冤家，心情无好，无说你啉伤侪酒，才甲张若。啊，不过我是把伊当作是你的替代品。莫用我跟你迄个泰国精灵做比较。不是，伊不是我的精灵，我对伊有任何的感觉，我心肝内就干那你一个，你知我有爱你的心。莫再讲了。结婚二十几年来，虽然我不想表达我对你的爱，但我并不表示我不爱你，所以请你莫用咱的爱来当作你做歹代志的理由跟借口，莫把咱的爱变啊这么垃圾，变啊这么无价值，算是我最后一个拜托你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我做不对啊，以后我真的大刚在咧后悔。我请你原谅我。这段日子，我一直反省我自己。咱的变个安尼，我嘛要负尽大责任。所以我一再原谅你。但我每一次你认错以后，私底下你可以一错再错，讲一套。最起头，我对你的宽容和包容，颠倒乎你更加无残渣，去做更加侪无良心的代志。所以雷洪，为了你好，我袂当阁原谅你啊！啊，志刚，志刚。我真正会改，我真正有知影做唔对啊！你知影我爱你，我拜托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们，你说，我拜托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啊啊啊！